的先发投了四局，这个球要越过一垒手的上空落地形成安打，许金龙在这场比赛的首支安打出来了，外侧的坏球挥空而这球传向二垒，传得稍微偏了一点点，回头过来 take 是没有办法来得及的。球击出去，在右半边方向非常的扎实。右外野手看着这个球落地是形成了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是已经跑回来得分的，打者要上二垒。这个球打在了全垒打墙的二垒安打，再攻下分数。长长代打建功，让中信兄弟再添一分，现在是5-3领先。